日本也刮那里的毛吗？对，全身的毛要刮。那里也刮吗？啊，私密处吗？海的抗冷，抗冷，有些人刮很可爱的形状，都蛮可爱。Kid，Kid，这也不行啊 ，Kid。星星我不行，星星我不行。不是，其实你知道吗？私密处有没有刮毛是跟你交的男朋友有关联的。譬如说，有很多欧洲、美洲的男人，然后看到亚洲的女性私密处都没有刮，他们就说怎么这么就好像看到女孩子没有刮一毛一样。哦、对，你知道吗？所以交外国男朋友的话，所以日本人是要比较礼貌的话是要、要刮全部，对对对对，要刮光。哦，日本人不一定的，日本男生是如果全部都没有就是光光的话，就觉得会吓到，有些人会吓到，可是有一些人会开心，对，为了我全部刮的感觉。OK， 好。所以不要跟日本男生。波兰呢？波兰人反而不用特别打扮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觉得最重要，波兰的女生要很 nice， 他们很会照顾男生的感觉，比如说开始约会的时候就比较注意他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他想要吃什么就吃什么，不要自己注意，要以男生的意愿为意愿，先没有意见。这个波兰人跟中国人蛮像的啦、还是比较保守嘛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个是到结婚的，到结婚了，结婚之前，到结婚的时候，还有我们有一个说法，是说，女生都希望，结婚以后男生都会改变，可是他不会。然后男生都喜欢女生结婚以后他不改变，可是他会。然后第二个重要是这个好玩，因为男人都希望女生怎么婚后会变呢？我就知道他婚前那个样子，怎么会变呢？对，尤其是很多男人都觉得女人一旦结婚了，完了以后就会放松自己，放弃自己，就黄脸婆了啦。对，波兰女生呢？结婚之后还会打扮吗？会应该讲在男女朋友为了约会的时候会特别打扮吗？不会，我们觉得女生要自然一点，当然要化妆，可是不要过度化妆。Okay. 说我们想要这个男生还可以看得出来我们的脸有什么样子。Okay. 所以比如说不会，他开始跟我们在一起住，然后吓到你是谁。算是自然的装扮就对了。OK，好。哎，沈维娜，那你们刮不刮私密处的毛？我们巴西女生几乎是要全刮，来台湾以后我才发觉不能全刮。为什么？阿伟还要留一些造型才行，我一定是留一些造型，因为我不可能，我靠，就留到跟万马逊河一样，那太吓人。因为台湾人认为全部刮掉的女生不吉利，他们会认为是。白虎，可是我们那里看了会衰三年。我们那里相反，有毛就不 OK。对，你看我们的比基尼是丁字裤，对，你还要不刮吗？那还能看吗？不行啊。所以，对啊，所以我曾经遇过一个巴西女孩来台湾去泡温泉，结果所有的阿桑都来看，然后把他吓死，他就是。本来我去像那个玉门姐讲一样，我去把我吓死。你去泡温泉吓死。Oh my god！ 这玩意儿靠，我没有在万马逊河吧？很多植物。对啊，可是我看日本没有完全刮，对不对？日本没有，日本真的是看情况。对。那我想问一下，各国女生，你们的会对撒娇这件事情，你们是怎么进行？好不好？先问一下。你们的国家女生会撒娇吗？会的请举圈，不会的请举叉。哇，葡萄牙几乎是英语系的不会。圣文森会啊、你就要长得很甜哦，就说哦 baby， 我之前有看到一个很漂亮的东西，但是我自己不能买，怎么办？你不觉得这样子很适合我吗？好不适合真的。哦，圣文森会啊，这是啥？韩国会吗？韩国会啊，一定会。我们有叫维珍女，就是维珍堂的那个维珍，
然后维珍女，对对，就是要就是撒娇，然后就让她买给我一个东西，就是用、哦、就是我们就专门叫维珍女，维珍女，维珍女，我们是维珍跟星巴克的饮料价钱差不多，可是他们还是要去星巴克，所以我们才叫就是靠男生的人才叫维珍女，就他们不吃维珍去星巴克，然后喝咖啡。哦，什么意思？哦 ，OK。韩国男人只要听到叫欧巴都没办法，是不是？就是有一点，对对对对，就是包含有很多意思，就里面、哦、里面已经有很多意思了。哦，对，我刚刚忘了问你，韩国女生刮不刮毛？夏天的时候吧。哦，夏天啊，冬天不刮，冬天不刮，不是那个。身体下半部的夏天的时候刮吧，可是当然的，当然这边是每天要刮哦。对对 ，OK， 好，了解。雪溪呢？怎么撒娇？你怕冬天会冷吗？对，我们搞暧昧的时候要自然的碰男生的身体，要轻轻的，不要太刻意。什么意思？我可以示范一下吗？那都来 ，Kid 要不要休息很久？没关系啊。我看来，我可以啊。你怕你会太冲，对不对？来来来。你好。你好。好像你工作每天很忙吗？超忙。有假日吗？有放假吗？最近都没有。真的、哦？对啊。那有放假的时候，你是通常做什么吗？我就是想要跟女生出去。啊，哪会？你好像有做运动的习惯吗？对啊，真的有。啊，好厉害哦！对啊，这边也有腹肌。哦，我懂他意思了，不是？让我再继续聊多一点。对啊，平常都有在做运动。其实坐下比较方便。坐下，坐。谢谢。是这样子。是。然后，是哦，好厉害哎。对啊。脚也很厉害，腿也很厉害。我脚超厉害，我脚跑步很快。对啊，怎么样？还问他怎么样？什么东西、啊？想喝一杯吗？可以啦，怕你把它吃。好，毛衣抖一杯，谢谢。哦哦哦。好来，毛衣抖，毛衣抖。没有，谢谢。对。其实日本男生不会那么主动，就是。对啊，你太主动了，太主动了。男生也很主动。日本男生，那么哦。规矩一点，规矩一点。你好，你现在在喝什么酒？哦，啤酒。啊，啤酒。嘿。哦，我在喝那个，Mojito， 你要不要喝一口？哦，可以吗？好。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紧急接吻。哦，碰到他的手了。明显的。真的吗？啊。碰到他的手。哦，有。你好像很壮耶。为什么每一个人都要说谎？蛮少人这样子，伪真女真的吗？伪真女，可是那个摸起来很舒服，真的吗？可以摸起来很舒服，什么在讲的？真的吗？厉害，你好，谢谢，就是重点是摸大腿，大腿啊，重点是摸大腿，比较近重要不？我懂。所以让男生有一点开心，让男生有一点开心，可以。哇，日本女生真的超强，好逗你，厉害厉害。